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歌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你关心我还在哪里？流星雨又来临，走进。说起魏晨，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太熟悉，他是中国内地男歌手。2007年，因参加《快乐男声》获得全国总决赛季军而正式出道。魏晨有着阳光外形、清澈嗓音，凭借起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台表现，迅速成为内地最具人气的偶像歌手。而就在近日，魏晨与余伟与三亚举行盛大婚礼，婚礼现场布局的温馨而浪漫。两人相恋十多年，如今魏晨迎娶了自己相恋十多年的大学同学，结束了从学校到婚姻的爱情长跑。如此长情的爱人，应该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同时，网友和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。晨晨，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，在所有的人见证之下。你们一定要幸福，这是我们今天所有朋友最真挚最想说的话。婚礼晚宴上气氛轻松愉悦，夫妻俩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会。余伟不愧是女团出身，跳得太有感染力了。而魏晨也和妻子一起起舞，看到网友是喜出望外。网友直呼，这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真实轻松的婚礼。草原，我的马术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龙争虎斗别花，王总给你一个家，五湖四海走八方，说王总取钱得拿筐，别拿青春插错秧，王子哪有王总香。随后，魏晨身穿白色西装，就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，为老婆深情地演唱《永久的主题》，因为这是他老婆曾经钦点的曲目，表示此曲都充满真挚的情感，并用歌词深情地告白。靠在一起，给你放心地说我愿意，誓约为你而定，爱不停。演唱期间，余伟感动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，很享受地亲吻老公对自己的表白，全场很开心。可以看出来，两个人是真的很相爱。网友看的是热泪盈眶，直呼我的青春娶了他的青春。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，美满幸福。欢迎到评论区里交流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、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抖音。